三维立体自动跟踪功能，实时计算眼球位置，修正跟踪轨迹，极大提高了测量效率，并方便儿童和眼颤患者的测量。检测安全性高，测量光功率小于30微瓦，低于国家安全标准10倍，真正做到安全测量。可测量最小直径为1毫米小瞳孔入眼。